我是 Formax 金融圈的创始人周劲峰。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本人比照片上这个花心穿的男青年要低调很多哈。OK，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令人着迷的互联网梦。OK， 其实说到互联网梦，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做这个梦了，所以足以证明其实我还是挺年轻的哈。OK， 我小的时候的话，经常去对一切的事物非常非常具有好奇心。我拆开我周围一切能够摸到的玩具，其实目的只是为了想知道这些玩具背后运行的原理是什么，想知道它为什么会长成那个样子。所以说我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包括长辈都看到我都如临大敌一般啊，把所有的玩具都远离我。一直到90年代初期哈，上世纪90年代，这听起来好遥远一个年代哈。OK， 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啊，也拥有了自己的计算机。在那个时候，我疯狂地喜欢上了互联网。其实因为我发现，通过互联网，我能够非常轻易地了解到我想接触的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并且通过互联网，我能够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在发生什么更有新奇的事情。然后我也能够知道，在这个新奇的事情里面，他们背后是到底是怎样一个关联性，让我真正明白了信息爆炸。所以说那个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啊，我那个高考结束，当时大家都填报志愿啊，很多人填报志愿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学校那个窝在一个办公室里面，跟老师跟学长去沟通，应该填报哪所大学，填报什么专业，而我其实没有这么做，我当时就窝在家里。打开电脑，连上互联网，不停在网上搜索我感兴趣的学校，我感兴趣信息。其实当时我基本上就在一个在当时应该是中国最大的这个大学的一个社区哈，叫网大，不知道有谁知不知道哈 ，NetBig。当时网大非常著名的是它出了一个叫中国大学排行榜的东西啊，所以说当时我就照着那大学排行榜去报了所学校，也就是我的母校吉林大学。当时吉林大学在那大学排行榜上大概是排前10的样子 ，OK。那个我在确定报考吉林大学之后，并且已经确定被录取，当时我就在网大的这个吉林大学论坛上，不断的在里面去泡在论坛里面去看我周围的一些校友啊，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他们希望去寻找什么样的信息，所以说我也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的人哈。我当时在那里面的话，为很多这种学校的校友，包括之后的话有高二高三的这种学生去贡献很多东西啊，因为我这种非常乐于去贡献这种，大家知道这种在论坛里面去贡献自己一些资源的这种事情，其实当时我很自然地成了吉林大学版的版主啊，而其实当时我自己还并没有加入吉林大学，还只能算是一个准新生，对，然后后面上了大学之后我会发现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很多朋友同学其实都陷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陷入了一个非常空虚的领域，一个非常空虚的一个环境，因为所有的地方都是陌生人，所有的地方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地方，我也从南到北，从之前连吉林是一个省还一个市都搞不清楚的一个这样的概念中间到了吉林大学。 OK， 在里面的时候，其实后来我就在想，我到底能够为大家做什么事情呢，能够为我周围的朋友做什么事情呢，所以说我借助我的这个渠道，就是在网大的论坛上令我版主的这个名义去召集了一个这种线下的聚会，也就是说把周围的一些朋友一些同学大家都聚在一起，能够大家一起能够相互交流相互沟通，所以说我认为我也是在中国最早的O2O的探索者哈。OK， 这个聚会办得很成功，大家其实很多人在这中间都寻找到了自己伴随大学四年的朋友哈，甚至伴随自己一辈子的朋友。OK， 那个很自然的，后面到了暑假，到了有一年大学暑假，我回到我的这个家乡，其实我会发现我家乡其实很多很多朋友他都不了解互联网，也对互联网这个东西一无所知，而我非常非常希望把这种互联网的概念能够带给大家。因为当时大家其实上网的环境比较有限，基本上都在网吧里来进行哈，所以说这里有点暴露年龄哈。OK，在网吧里面进行，所以说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能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网吧，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接触互联网，所以说我跟我表哥一拍即合，他出钱我出力，我们就着手了做一个网吧。这个网吧其实我希望办得跟其他网吧不一样，我会发现
我周围很多网吧基本上都是，因为大家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哈，很多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是有这种叫分时段供电的，经常某个时间点停电，一停电的话其实大家哪都去不了，网吧里面全部停业。当时我破天荒的做个决定，说我们做网吧可以，我们买个发电机吧。 OK， 所以说当时我们花了重金在我们当地办了一个有发电机的网吧，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当地的这个上网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上网环境。结果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其实每当一到停电，我们网吧围得水泄不通。然后甚至我当时都会有点想，哎，怎么还不停电呢？OK， 其实因为这个举措，其实让我们网吧一跃成为当时我们整个地区排名第一最火爆的网吧。所以说这个点也可以看到，你当你为用户去考虑的时候，往往其实很多用户会给带来更多的额外的价值，是你之前都没有想到的。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就继续读了研究生，去华中科技大学啊，是南方的一所学校。去研究生之后，其实我在研究生去在华中科技大学是叫互联网中心啊，这个名字一听让我非常非常的兴奋，我也很荣幸能够加入到互联网中心，因为感觉我离互联网又更近了一步啊。当时互联网做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电子商务项目啊，这个在当时来说的话是比较早的一个电商的一个这样的探索项目了。当时我们应该是帮苏宁做一个这种电商的一个平台。OK， 这个项目持续了大概一年多时间。然后我在这项目中间也让我自己从一个互联网的一个资深网虫慢慢转变成我成一个互联网的半从业者。 OK， 转眼到了毕业的时候，其实就面临大家都面临找工作。对我来说，其实我找工作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想去互联网公司。所以说当时我锁定两个企业，一个是腾讯，还有一个是迅雷。 OK， 这两个公司都在深圳。当时我一直在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产品，我们大家都在满足周围的人的需求，时时刻刻我们大家都在满足周围不同的环境中间的需求。那么如果我作为一个毕业生，我作为一个应聘者，我也是个产品，那我周围的用户是谁呢？很简单，用户就是用人单位。更简单一点，用户就是你的面试者，你的简历筛选者。所以当时我想的话，我应该怎么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我的换位思考去想，我到底能够，如果说我是用户的话，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产品。当时其实我就为迅雷跟腾讯分别写了两份产品需求问答，当然看起来很糙哈，但实际上我后面知道，其实我是他们所有在全国进行校园招聘的时候，我是唯一写这种东西的人哈。 OK， 但是两个需求文档给我带来是两种不同的结果啊。第一个是腾讯先过来啊，腾讯先过来学校，但是腾讯当时在网上去筛选简历的时候，好像过来我们学校的话是当时的一个 HR 的负责人啊，没有业务部的负责人。所以说当时筛选简历完全是按照一定的模式去筛选，比如说有没有过6级啊，比如说专业对不对口。当然很遗憾，我当时6级，4级都刚刚过，刚好60分哈。所以说很自然的我就被 pass 掉了。但是我还是不气馁，当时走到现场的话，我还是把我的产品计划书递给他们。因为可能是当时因为人太多，所以说这跟产品计划书也就石沉大海了。所以说我也错过了腾讯。其实在这个点上也折射出一点，做产品满足用户需求很重要，但是用户的触达途径也很重要，你一定要用户了解到你的产品，用到你的产品。所以说当时腾讯没有找到我，我也觉得对腾讯来说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我进去的时候也指不定把腾讯倒腾的啥样了，也许就没有今天没默默啥事了哈。OK， 那个后面的话迅雷其实过来的话我就更加重视了。所以说当时迅雷过来的话，应该是迅雷的创始人陈浩跟迅雷当时的这个投资人 Morningside 的刘晴啊，当时他们俩直接过来学校的话，我把我的产品就递给他们，我当时可以看到陈浩的眼睛都亮了。 OK， 当天晚上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说第二天我拿到了迅雷在第一次大规模校园招聘的第一个 offer 啊，并且当时的话那个我就很自然地加入了迅雷。拿到迅雷 offer 了之后，我就很快的就去迅雷进行工作，然后进行实习。当时在迅雷做的第一个项目其实叫迅雷搜索，当时还不叫狗狗搜索，后面改成狗狗搜索啊。搜索其实当时迅雷一直下载是满足用户下载资源的需求，但是其实我们会去想，为什么用户要下载资源？那资源从哪里来呢？那么很简单，我们要先找到资源才能下载。所以说我们很自然的基于下载做了搜索这个产品。当时我从搜索从零开始做到我们差不多做了两到三年时间，我们搜索产品差不多已经做成了全球最大的垂直类搜索引擎。当时每天响应的用户搜索次数是1亿，啊，
但是做这个搜索其实还不够，但是我在想，哎，用户为什么他在搜的时候应该已经知道去想要什么样的资源，想要什么样的东西，那么他这个信息从哪里来呢？所以当时我们想，后面我们研究会知道，哦，这些资源其实是从我周围的朋友给我推荐电影，或者说我从某个网站上看过来的。那么迅雷能不能自己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基于这个点，我为迅雷做了一个产品叫迅雷的搜索排行榜啊，当时把所有的这个热门的资源全部罗列上去。这个排行榜因为是满足用户需求的，所以说当时这个排行榜基本上占我们整体搜索量的50%，也就是说每天五千万的搜索次数从这个排行榜导过去。 OK， 嗯，到迅雷之后，其实刚刚后面我还做了很多产品，比如说迅雷下载、迅雷离线下载，然后一些迅雷的一些会员服务。当然迅雷服务后来现在已经变成当时应该是全国最大的这个云内这种增值服务的全国最大的一个这样的企业了哈。当时一共是差不多600万，现在应该是500到600万的付费用户。当时这也支撑了迅雷在纳斯达克的 IPO。OK， 在迅雷之后，其实我还是在思考，说我到底能不能更进一步的满足我的用户的需求，能够给用户创造价值呢？其实大家也知道，我在迅雷的时候，迅雷受到一些版权方面的一些这样的影响啊，当时版权是比较灰色的，其实我很难去。很自然的去满足用户需求，很顺畅的去满足用户需求，所以说当时我感觉我是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当时我一直在思考，说我到底应该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更好的满足了用户，才能正好的成就我的互联网梦呢？其实当时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一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说，对于每个创业者来说 ，VC 都会问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叫腾讯做了你这个东西怎么办？所以说很简单。后面我就加入了腾讯。OK， 在腾讯做了一个项目叫电子商务哈，当时腾讯刚刚收购易迅啊，当然易迅现在已经并到京东了。当时我在腾讯的话是负责易迅整个后端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其实我的目标用户就是那些采销人员、仓储物流人员，而这个其实对我们的 C 端用户就不一样了，跟我们普通的大众用户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当时为了更好的了解这种用户需求，我基本上在腾讯卖了3个月电饭煲。然后同时又在仓储物流这一块、仓库这一块跟我们的仓储人员待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然后设计出我为腾讯来做的这种电商的后端产品。 OK， 在腾讯其实我还一直在思考，其实我们用互联网来说的话，这种所谓的跨界啊，这种跨界的需求到底还能不能有进一步的跨界呢？当时其实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叫互联网加哈，其实当时的话没有太多这种互联网加的概念啊，当时应该是2011年的样子，对。然后当时一直在想，一直在思考，能不能有一些互联网能够替其他企业能解决一些这样的问题。一个机会的话，我就碰到了我现在 Fullmax 金融圈的合伙人啊。我们移动那这个合伙人背景就是他之前在高盛啊，就是做金融的。一顿饭的功夫，就让我们两个天秤座的人决定了我们要做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决定创业，要做互联网金融的事情，啊，我们头天晚上吃完饭，第二天就撒开膀子开始干了，啊，当时在应该是2012年，应该是我们算在中国最早做互联网金融的这一批人了。当时做的一个事情其实很简单，我还是在想我的用户在哪里，他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当时我会发现，其实在中国来说的话，没有所谓的金融服务可言，特别是对普通老百姓。因为金融是比较势利的哈，在中国普通网民来说的话，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大众的用户，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钱。当时，并且在当时互联网上充斥各种荐股的信息，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啊，说什么股票会涨，说大盘会怎样，说什么股会跌，怎样。但是其实说实话，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承载他们说这个人说什么股票会涨，那么他到底涨了没有？那么这个人他说这个股票会涨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业绩表现是什么样子？啊，所以说当时我。就基本上抓取了互联网上所有的类似于这种荐股的信息，包括一些研报，什么维持什么什么股票，什么看涨的评级，什么企业帮的东西。所以说我当时做了一个排行榜，然后用户可以去关注某个人，然后如果他再一次发起某种预测的时候，其实你现在就知道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 Fullmax 金融圈的这个Copy Master， 就是说交易大师的这个雏形啊。当时当然因为这个股票跟单。光是跟其实光看到还不够，其实关键是在后面的执行。其实当时我们的话我们后端对接了一个执行服务，当时是应该在欧美应该算是一家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具体名字不说了哈。我们也对接了他的服务，能够让他来帮我们做这种到交易市场的成交行为。但是我们没有预计到
其实因为这个事情，后面一个更大的危机在等着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在等着我们。有一天，那个在市场正常进行的时候，我们的交易商告诉我们说，你平台上的用户已经赚钱了。OK， 当然我们很自然的反馈给用户说，他这边通过某几个订单，他其实赚了很多钱。但是，当我们做完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的交易商突然又告诉我们说，不好意思，你的钱没赚，不光没赚，你还亏了，哈。所以说当时二话不讲就划走了我们在他们账上的差不多几百万的一个现金，其实基本上已经耗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这基本上把我们公司的整个这个现金流都已经清为零了。其实当时面临在我们前面就是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们也让用户还钱，啊，我们告诉用户，不好意思，哥们儿，你那个钱没赚，并且还亏了，你要赔我钱。第二种情况是，不告诉用户，我们帮用户承担这部分损失，我们来想办法。当然，其实之前的话也纠结了有一小段时间，但是很快的，这种用户为导向的思维，一直从小到大贯穿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帮用户买单。所以当时我跟我合伙人，基本上我们抵押了我们自己的房子，然后我们自己往里面垫了几十万，把这部分运营费用填上，同时把我们那个把员工的工资发出来。当时也非常感谢 IDG 跟复星还有那个宜信哈，他们是做我们 A 轮投资商，都有 A 轮 VC， 当时投了我们很多钱，所以说也让我们这个危机仅仅持续了一个月的样子。 OK， 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其实我们自己非常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讲的话，金融是最核心的，而金融中间的话，安全、稳定，对用户来说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当时从那一刻起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去申请这种交易牌照，因为大家知道，对金融来讲的话，最核心的实际是牌照跟交易资质啊。所以说，一直到现在，我们拿到了包括香港的一号、四号、九号牌照，港股、美股的交易牌照。新西兰的交易牌照，英国的 FCA 交易牌照，包括澳洲的交易牌照，并且我们刚刚也作为全国第一家拿到英国的 P2P 的监管牌照，所以说这都是我们为用户做的事情。我们希望帮用户做更好更多的事情，让用户真正的能粘在我们平台上，因为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只要跟用户站在一起，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会跟你站在一起。 OK， 所以说我们公司从那段时间开始就一个转折，从十几个人到现在，我们公司现在规模已经差不多1000多个人，从我们当时就一个小的办公室到现在我们现在覆盖全球40多办公室啊。就是我相信只有跟用户永远在一起，所有的东西都一定会非常顺其自然的发展。 OK， 往后来说的话，其实后面对这个是我们贩卖金融圈的一个二维码，当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二维码哈，我们是每个人扫二维码的话，我们送10万块钱。OK，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谢谢。